为什么拿不着名次？自己好好反思。吃个药吧。哎呦，亏了一个药。谢谢翠翠的天真的飞机儿啊，感谢感谢。以为那落手一击有多狠，小伙子，回家了。来一把长剑，一个皮孩，我们等会儿钱啊。想拉我那不行，伏牛守护者。这边兵有点多呀，必须得到执行。他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们就可以找他打了。有人是吧？那有啥用呢？双刀。有人我瞬秒你有什么用呢？他们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如果一个剑圣现在已经拿了三个人头，那么游戏即将结束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死了呢？打个眼儿来。你这哎我操，真害人呐。我本来我不用死的，这人不双杀了吗？先来个小锤儿吧。
这波要等个 Q， 他能死。不过下一波他没有疾跑，没有闪现，我们可能能拿回来这个双八。把炮车收了吧，省得一会儿这炮车打的时候收不了。嗯，控手线儿。这他妈五级让六级，六级让五级给杀了，我天哪！双 buff 确实比较猛啊。只能说是差了一点点。双 buff 没了，我吐了。压了，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呀，谢谢猴妹妹的驴粉丝，哎呦，感谢驴粉丝的飞机啊，谢谢谢谢。这波先不找他打了啊。没有大先不打。8分钟26刀，别说他了，行不行？你咋的呀？怎么老有人啊？干什么？双杀，这么两个半玩呢，也要越我的塔。推上路，我个人感觉
这洛克萨斯之手，如果一会儿我们还在这待着，他一定是疾跑加闪现上来瞪我，我们赶紧跑啊。先来个攻速海，再来个875，加一把长剑，无敌了。下路有点太顺了，下路要是崩了就好了。这把我们去下路还能拿点人头。拉我，拉我。为什么刚才那股劲儿没了呀？为什么不打了呀？抓抓抓抓抓抓抓！赶紧拆塔！来一波虾仁诛心，收集者们，来差25块钱，等一会儿。哎，不对呀，75减35等于40块。进。走，去波下路，拿一波三杀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这女警553了，漂亮啊！我本来以为女警没崩，我本来以为女警崩了，女警没崩，真好。你俩干哈呢？那卡萨丁。哎呦啊，给个人头吧，卡萨丁。小龙可以拿，先把下塔拔了。那螳螂敢过来，我直接两刀把他砍死。真有点烦人呐，闪走了。不过是机器人杀的我们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砍小兵了，不然三杀了。那女警不闪走了吗？哎呦，我这炸弹人死的惨呐！女警打红了吗？没打。我们先看看红有没有。谁把红拿了？
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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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全卖，上去给我卖，你们卖一波我就全杀。闪现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刚才 W 没挡掉吗？啥？炸弹人呢？一会儿两刀把炸弹人砍死去。爆破鬼才，来吧，爆破鬼才！我操！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打个红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操盘？操什么盘啊？哪有盘呢？有些东西存在于我的视野之上。我现在有着温暖希望。我刚才确实杀不了他，我没有蓝，不是没有蓝呢，没有技能啊。哇、哦，这咋上去呀、啊？好炸！螳螂刚才没在，这么的吧，我们十五杀跟 MVP 肯定有了，我给你们开一个能不能五杀，行不行？你们觉得呢？算了吧，拉倒吧。有没有那鱼丸？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，这也不是给我开的，省着一会儿咱们起节奏，算了啊，算了。先扫个眼。我就不上了啊，踩个甲烤麦锤石，哎呦我，你居然能扛得住我一刀，怎么杀炸弹人，我想知道。
executed.峡谷先锋博弈了。哎呀！